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世界王不死不响，欢乐不极限，幽默不地界。我是你们新小贤曾朋友。那么，今天又再一次为大家带来王者解说视频李白啊，乐此不疲。那么，这个讲解之前呢，我还是先说一下重点啊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：李白不会变辅助，李白不会变辅助，李白不会变辅助啊！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嘿嘿，那么请以后千万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啊，不会变的。那么我在这里正经的给大家分析一下，如果李白真的要重做的话，他一定会重做成一个战士。大家注意一下，花木兰、宫本这种刺客英雄全都重做成战士了啊。如果他要重做的话，他肯定会重做成战士。那么李白的英雄呢，有点模仿撸啊撸的剑姬啊，所以呢，实际上他是不会重做的啊。当然了，重做呢可能会重做成战士，但是我要说一下，一年之内肯定是不会的，因为这个英雄人气很高。然后呢，最近由于李白修了之后呢，真的很弱啊，真的很弱。一般现在李白如果你要去上分的话，我真的不是很推荐。遇到逆风局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是高端局的李白打逆风局，一旦逆风很难去打赢啊。那么这一点是公认的，那么我就不说了啊。那么说到这里呢啊，相信各位小伙伴们是吧，想起了我的学生时代啊。虽然呢人家今年只有16岁，但是呢我依稀记得15岁那年的时光啊。你们肯定也是这样的是吧啊，每天课间休息10分钟啊，不是被老师拖堂呢，就是在被老师拖堂的路上啊。当老师打起下课铃说下课的时候呢，一股脑的冲进厕所，不是为了去上 WC 啊，而是为了去躲着啊，是吧，来几根啊，是吧，日常来一根赛过佛神仙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还是要说一下呢，这个来几根呢还是比较有害健康的啊，希望大家尽量还是能把这钱省下来，还可以冲一下王者的皮肤啊，是吧，买个李白凤求凰啊，对对，买个符文啊，这样的话都变成辅助就变成呗啊，是吧，咱们就可以曾经用过就可以了呀，是吧。啊，当年呢啊，我也是一个懵懂的少年，有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一般班上学习好的男生呢啊，跟那些长得好看的女生呢都不会啊，太有缘，都很害羞。相反那些平时很跳是吧，经常拉帮结队啦啊，收收保护费啊什么的，都挺招那个漂亮女孩喜欢的是吧。那么以前呢我就有一个小癖好，每天我坐在最后一排，请不要误会哦，人家是一个优等生哦啊，优等生还会坐最后一排吗？然后呢前面呢就有两位女同学啊，就在侧边的前面，那种是隔开的，有条隔道的，不是那种同桌的，因为人比较少班级里面。然后呢前面有一个比较长得不错的女同学啊，那么后面那个女同学比较女汉子，跟个汉子似的，那么天天上课呢有事儿没事儿就扯她前面那位女同学的是吧吊带啊，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啥啊，反正我知道扯着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啊，一直在那看，那么整节课下来我啥都不知道啊，反正我就光顾着看了啊、哎、很黄很暴力哦、哎、导致我最后是吧，本来我能考上清华北大的，哎呀，结果我来了蓝翔学挖掘机，哎，说的多了就都是泪啊、哎、好，那就不跟大家闲扯了啊。那么在这里呢要说一下，今天呢这局比赛呢是这个白金二满新生白金一的这个排位赛啊，听到这里呢大众不禁想啊，妈的你个垃圾啊，低端局啊，那低端就低端吧啊，就这样呗。但是呢我觉得这局比赛打得非常好，有很多细节局值得大家去学习一下啊，因为这局比赛呢是发生在我被坑之后啊，换号一怒之下是吧，强行带节奏的一局挺不错的这样的一局排位赛。那么这局排位赛呢产生了很多自带名刀的啊这个效果，有很多人会问自带名刀是什么意思，也有人会问怎么才能自带名刀啊。那么自带名刀的意思呢就是撕血逃生，而且是
经常死血逃生啊。那么怎么才能自带名刀呢？长得帅就能自带名刀啊，长得跟我一样帅呢就可以了，就 OK 了。那么自带名刀的这个东西呢，大家不用太去纠结，等你玩的时间长了之后，你的技术上来了，它自然会有这种情况的。那么李白现在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境地，就是属于那种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啊。那么大家注意看，这波进场之后自带的名刀加上本身买的名刀被甩之后直接触发效果，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你以为我半格血就要回家补给了吗？错，大错特错。这个时候强行利用影子打掉蓝 buff， 准备位移直接回去大到宝剑，宝剑懵逼开出转转转，但是我不怕 ZD 好的时候直接强行平路，对面开出斩杀，但是我血量还是很多，强行击杀宝剑。还有谁？所以呢，现在李白呢就是属于啊，打高端局有点力不从心，打低端局绰绰有余啊，就属于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啊。那么在高端局呢，其实李白的作用已经不是太大了，再加上如果一旦碰到逆风的，真的特别特别的难打啊！你想要去一拖五 carry 呢，现在呢已经会很少有这种情况了啊。像以后我发视频的话，逆风翻盘这种李白的高端局逆风翻盘的比赛视频呢，基本上不会太多了啊，因为很难，真的很难。现在即使你是顺风，有些必死的人头你都杀不死，不要说逆风了啊。那么其实对李白的削弱还是挺大的。那么这个英雄呢也即将走下神坛吧，也可以说已经走下神坛了。那么没有李白之后呢，现在大部分人是选韩信，韩信呢胜率也不高啊，会玩的人很少，一般看见韩信呢也差不多要输了啊。那么看见鲁班还有鲁班啊，看见鲁班也差不多要输了，只要有鲁班跟韩信两个英雄在吧，就会特别尴尬，你的胜率就会大大降低非常多啊，多到你不可想象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上分想躺赢的话，你选韩信选鲁班也是可以的，其实输赢跟鲁班关系真的不大，该赢的你总会赢，该输的你一定会输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也推荐大家以后更倾向于去开黑上分啊，毕竟它的这个定位是一个 5v5 的团战游戏，更推荐大家以后去一起是吧，成群结队的啊，开五黑啊是吧，就像当年网吧打撸啊撸一样啊，是不是多一点乐趣。当然毕竟这只是一个手游啊。那么在这里我就想说一下，我们这边的李白19-0，对面的李白0-19，对不对？同样都是李白，同样都是千年之福啊，做李白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啊。啊，其实李白的英雄呢，现在如果你去练的话已经有点晚了啊，因为你练，就算你练的再好的话，你打到一定的分段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他这个英雄不太好，你就会觉得啊有点白练。那么现在唯一厉害的呢，以前有一个最强 AD 李白的说法，现在呢已经没有了，基本上大家可以注意看这波二技能挡掉诸葛亮大招，有个复活甲先位移回去才被复活甲打掉，打掉之后直线逃出对面四人围家，还是没有能够打死我。那么在这里我出到了电刀啊。那么为什么出到电刀呢？是因为这个复活甲掉了，名刀差不多也掉了，然后我把鞋子卖了，鞋子卖之后走得有点慢，走得有点慢呢，我干脆就出了一个名刀啊，加点移速跟攻速，因为我这个实在是太顺了啊。大家看到这里以为说啊，妈的你个垃圾又在虐菜是吧啊？那我就想说一下什么叫虐菜。30-21的人头我拿下22个，那么队友总共拿下8个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我一个头没拿的话，队友现在就是8-20，队友送掉20个头，我只送掉一个头啊。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相当于是如果你真的是在虐菜这几个队友，不会是这样子的啊，除非是所有队友全顺了，这局等于是只有我一个人大顺风大碾压，其他的队友基本上毫不卵用的这种意思啊，算是一局1-5一拖五的这种比赛。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大招伤害能有这么高呢？完全是因为经济装备的碾压啊。
那么如果等到对面发育到后期，装备全出出来之后呢，你的伤害也就没啥卵用了。所以呢李白呢还是现在李白就处于啊妈的，这英雄又难玩，是不是又难玩好，又难练好，又难刷大，又难找位置，又难进场，是吧？又脆又怕控制，等你练好之后呢，刷满大之后呢，搭到人结果没伤害啊，又难玩又没伤害啊，现在的李白就属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，只能等以后出更多的这种刺客啊，已经好久没有出过刺客了。那么庞统即将出，但是庞统不是一个切入爆发型的刺客，是一个持续输出型的，所以呢李白呢还是可以玩，但是不会太怎么厉害啊。那么输出百分之三。